这几天脚可能有酸之类的，等一下我要去那个药局买鸡热，因为觉得这样肌肉酸痛。我帮你拍这整圈，我今天要走完那一圈。大概半年一年左右可能可以比较顺了。欸，包我今天是不是走很顺？不是，是不是顺是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嗯，把你说话有没有？有了。有齁，目前我还没填。欸，所以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就是我这样子练习久了之后，就是他会有可能啦，会越来越顺，但是也有可能不会。哎呦，然后这个记录啊，为什么要做这个记录呢？哎呦，只是因为啊，受伤七年多，今年是第七年，突然之间在暑假的时候，先是可以就是原地的，就是小跳跃，大概这么高。以前没有办法哦，然后以前大概不拿夫妻手的话，可能大概七步左右吧，就会跌倒。可现在都还没有，所以有可能会就是会好一点。
地上不是有那个白线吗？就突然想到国小六年级，我们都要走在白线上，上上上上。其实这个国小旁边有一个那个国中。想要研究一下我为什么没有，就是没有在做什么复健什么什么的，他突然又好，就是开始有回一点点，不是好转。学校运动很不错哎，因为很清静，对不对吧？把头发绑起来，因为怕风太大会。